还是假装你是新娘的谁？我是新郎的哥哥。哎，然后我哥比较小，这个是我的最后两个。这是我妈妈。哎，这是我，这个是我妈妈。好，这个是我表哥。后面这个是我表哥。这两个，还有两个啊。这是我表哥的小儿子，太阳哥。好。也是大富。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叔叔妈妈。姨丈啊，跟阿姨先帮忙担任媒人婆，媒人婆啊，跟姨丈啊，这位是我小舅舅，然后我姐姐跟我姐夫，姐跟我姐夫，然后他们小孩现在，所以他们也有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然后的话我上去就阿姨的儿子，就是一起来搞这个。
11年，真的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就远距离，然后你在台南，我在台中，我都有在新竹，然后我们其实一路下来，偶尔虽然我也是偶尔见面，可是我们就还是保持这么好的关系，一直到现在一起在台中替你去买房子，我们一起到处吃到处喝到处玩，一起出国，一起到处去游历玩耍，觉得今天很有机会娶你回来，觉得我很幸福，也很幸运，谢谢你的陪伴。爱啉饮料吗？我不会啊！饮料吗？我连饮料都阿爸，祝你百年好合。谢谢。两双鞋。因为你即马顶日带珊珊的是，咱的一份就卖一份，从啥物拢爱讲，啊无拢爱合作。三米为龙爱风，没使拢点点。好，好，好，我想你可以看。你想要？爸爸妈妈，今天我儿子来把三如娶回家。三如是个好女孩啦，因为我跟她认识11年来，也是看着她的很多点点滴滴，她其实都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生。我也觉得可以娶到她，我很幸福。那谢谢爸爸妈妈把三如养大，教会她做人做事的道理。谢谢。那恁两个爱好怎样？拢未使讲有啥物话，拢放伊心肝内。啊，较淡仔生气，够受气，翁仔某拢未好。所以讲，两个有啥物话拢一定爱讲，讲会开，大家感情就好。然后交冤家感情绝对拢袂好。所以讲，恁两个今仔日到要结婚，恁着家己想清楚爱安怎做，以后是恁家己爱行的咯。家己爱想好，唔通为着是发生个代志，恁着要安怎话无？安尼就好。啊，有啥物话转来讲，大家心情好，大家做伙听；心情无好，无听恁嘛。现在就可以了。
一样，来准备迎接这一份幸福。相信呢，现场的小朋友一定都看得到我们今天的新娘祝福的美丽，你们的掌声都欢呼声只有这样吗？鲜花也奏尽了我们幸福的位置。现在也邀请我们的爸爸来到我们的香炉的旁边哦。现在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当然也要来邀请我们的助委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写一个深深的感谢礼，请鞠躬。谢谢爸爸妈妈从小到大对香炉的细心呵护。今天才能够让他人找到生命中非常非常完美的另外一半哦。接下来呢，也想请我们的山如给我们的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谢爸爸从小到大无微不至的照顾，满心欢喜，女儿会过得更加的幸福。姐姐，山如，我请你抱抱你眼前最美丽的妈妈。谢谢妈，当然也要邀请旁边最帅气的新郎，把手中象征幸福的捧花，交付给你眼前这位最爱的女人。从今天起，两人会紧紧牵起彼此的手，一起走过每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同时，也给我们两人深深的叮咛以及祝福。现在呢，也请我们的爸爸跟我们的新郎交换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有请我们的两位新人给我们眼前最爱的爸爸妈妈一个深深的感谢礼，请鞠躬。现场各位嘉宾朋友，是不是要给一个祝福的掌声？接下来，现场的各位嘉宾朋友，再次用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女方主持人进场，掌声欢迎。是满满的祝福来送给我们的女方主持人以及我们今天最美丽的一对新人哦。现在希望你们能够拿出今天最高最高的尖叫声以及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新人正式进场，掌声欢迎。我们的小两口安全好好的走到我们深深的一鞠躬，来谢谢大家哦！我们一鞠躬。Thank you.
我不要，好可以，你们怎么？